Yeah.特质给我特质，难吃的我快饿死。带我去可以吃到撑死的设施，大吃特吃键盘，像巧克力转存钱筒，像灌糖果。看到鸡块杀肉，奇怪这鸡块上鸡排在追杀我。给我海胆寿司、金寿司、文寿司、不会寿司、刀片寿司、牛排寿司、虾仁寿司、干贝寿司都来，我都吃。我正在闹计划，时间好像变得加倍长。这是张五 ，A K A David Wong， 叫我大胃王，让我发挥强项对抗。不管拉面说他会烫，想来会会他肚子靠背说哦，再来喂喂他，没在管。食物掉地上，现在我饿到快发疯。如果吃饭，皇帝大干，现在皇帝要驾崩。